这个料子的话，它是一个木蜡的，里面有皴，是高冰种，但是它就是皮壳看起来很多裂，它竖裂，侧边就没有裂，侧边这里全是那种水蟒。这个料子是薄蛋面的，纯净蛋面的料子，虽然说竖着有一些裂啊，但是有一些不净，有些是净的，品质是肯定是高的，蛋面品质。皮是老厚，好多裂啊！但是它还好，侧着没裂。从这上面过去，这边这个方向裂少。下面这里是变种了，这里是有肉的，一坨肉，竖着这样切可以剥很多蛋面嘛，竖着切是没有问题的。红皴里面有红皴，100%有的。嘣，把窗帘拉一下嘛。熟了啊，这下面就没有东西了，这下面就变种了，这个种子不行，只有上面这个从这个位置上去，沙细的地方是全部不变的，就是裂的问题。